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刚刚开始讲续分，通续基本两门啊，这个也就是全经的通续。这个通续啊有两段啊，第一是闻法实出，就是如是我闻，一时佛住王舍城七舍局三中，这段文就是闻法实出，说明结集的人呢，就是阿难尊者，他当时在结集的时候对大众宣布说，如是一部妙法莲法经是我阿难亲耳所闻，有一个时候佛住在王舍城的灵鹫山中来说这一部法华经，这就是闻法的时间地点啊。那么接下去是第二闻持之伴，也就是六种成就的第六众成就闻持之伴。前面就是性闻识主处五种成就。闻识之伴众成就啊，这个文字很多。那么所谓闻识，闻就是听经，当时的听众大家耳根听到佛所说的法音啊，那么发出耳识，以同时意识了了分明知道佛所说的法义，是闻识，就是闻了之后而受识之。那么闻识两个字就包含闻思修三会的意义，闻是闻会，识包含思会与修会，闻了之后用心去体会研究，那是思会，思了之后如法受持修行，那就是持，就是修慧啊。闻持两个字就是包含闻思修三慧，这是说大家听法呀不是听而已，听了之后啊依法好好去下功夫修行，所以叫做闻持。伴是同时听法的同伴，意思就是说佛说法华经不是我阿难一个人在听，还有好多同伴在哪儿听，所以叫做闻识之伴啊，也就是众成就。这个闻识的大众很多啊，那么下面的文字就把它分成两段，第一列众，第二总结众集。第一列宗啊，就是列出这个三段的听众来啊，那么一直到天人等众各离佛足退坐一面，那就是总结众集。那么各离佛足之前的所有的文字一直到这个于大比丘众以下，这一段长文啊就是列众，列出当时的闻识的大众的同伴来。那么因此这个丙字下的列众啊，第一列众分三段，就是把这个听众分为三类了，有三类众。第一就是声闻众，第二菩萨众，第三杂众。这个科判都在说明上，经的上面的说明上啊。关于这个听众的排列，先声闻，次菩萨，后天人等众啊，因为他的类别很多，所以叫做杂类众。那么关于这个三类的排列啊，它的意义有三种，上次已经讲过了。
现在就先讲第一声闻众，丁字下第一声闻众。声闻众分两类，第一比丘众，第二比丘尼众。这是出家众呢，当时听法的出家众当中有比丘，有比丘尼，那么这里当然先讲比丘众，五字下第一比丘众，再分两端，几字下第一多知识，那么也就是多知识众，第二少知识众。因为在声闻众的比丘当中啊，有的是人人都知道，多知多识，大家都认识的，所谓众所知识这一类的声闻，像舍利弗、目犍连啊这一类的大弟子们，都为大众所认识的，那就是属于多知识众。有些是默默无闻，平常听不到他的名字，但是他的道行啊，修行并不见得会比前面的多知识众差，那么就是等于我们平常说的，例如说高僧啦，名声未必高啊，高僧必定未必有名，那么这里是名里面同时也具足高的意义，多知识，他是有修有证，那都是多知识的阿罗汉。那么其他很少人知道的普通一般的比丘众，也包含这个还没有证阿罗汉果的有学之众也包含在内，那叫做少知识众，就是认识他的人比较少，他平常默默无闻的自己在修行，这一类的比丘啊就叫做少知识众啊。那么下面那种啊，它一段一段都有这个小括在旁边。多知识众是从这个于大比丘众以下，一直到翻过来大阿罗汉等，佛有学五学二千人，这就是少知识众啊。那么现在先讲第一比丘众当中的多知识众啊，很多人认识他啊。那么这个是当时啊处于声闻众中领导地位的这位大德，叫做多知识众。多知识文字多，那么再分为三段，几字下第一多知识再分三段，第一举类名书，第二名位探得，第三列名总结。多知识有这三段，第一举类名书，就举出这个多知识的类别跟它的数目字来，那么就是经文的开头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这两句啊就是举类名数啊。一大比丘众，这是举类，举出声闻众的多知识的类别来，就是都是声闻人，闻佛所说的四地法之声而悟道的这些阿罗汉们啊，就是类别。那么人数有多少呢？万二千人居，这一句啊就是名数，说明当时的比丘众啊，多知识的比丘众当中的数目有多少。这里都说是万二千人，但是正法华经里面呢，它还是跟通常一样的说是千二百一样列千二百人。那么看起来西晋时代最早翻译的那一部《正法华经》啊，可能它的翻本就跟鸠摩罗什三藏所翻译的翻本不大一样，内容就有一些不大相同的地方啊。那么因为佛法流传到久了，各地方随自己的所喜欢爱要的
来加以弘扬，慢慢这个文字上啊就有多少不同的地方。例如这个续评《正法华经》啊，它叫做光瑞评，佛放光，现出种种的瑞相来发起，那么叫做光瑞评。鸠摩罗什翻译的跟后边的《天平法华经》隋朝翻译的都叫做续评，那么这是品目的不同。开头第一句的柔是我闻呢、啊，西锦翻译的法华经正法华经啊叫做闻如是，没有我字，闻如是，一开头闻如是，一时佛由王舍城灵鹫山，他把那个七色菊山呢、啊、就把它翻成灵鹫山啊、不保留这个梵文，住他也不用住，用游啊、佛到处游化度化众生，他没有住一定的地方，所以他不用住子，用游啊、那么这个游啊是指佛从成佛以后到入涅槃之前这段时间啊、都是到处游化度化众生，细不暇暖，并没有停止过，所以用游字，这个意义也很好。那么平常经文都用住字或者是在字，那么是表示当时佛在这个地方说法啊，他是不用游字，用住或者用在啊。正法华经比丘1200人，那么就是通常的1250人，就是常随众。鸠摩罗什翻译的跟隋朝翻译的都同样啊，是12000人啊，说这个比丘很多，不止常随众啊，有12000人那么多的比丘啊，都是多知识，在哪里听佛说法。那么这个数目字少少不同啊，只是它的流通本质不一样，这个没有多大关系的啊。不过我们不妨提出来彼此比对做参考。那么正法华经啊，它是根据通常流通本呢、啊、一般佛经的流通的说法，都是列为了要正信呢、啊、直列这个常随众，1250人直列常随众，它目的用意是在正信，证明是佛说可信，当时有多少听众在哪听，必定是佛说法的时候啊，听众是很多的，比丘也不会只是固定那么1250人，所以因为这部经啊与前面所说的经有特殊不同的地方啊，这里有开权显实啊，会三归一非常重要，所以这里列众啊特别郑重啊，表示这个比丘众不是常随众而已，有好多好多的比丘在听，所以说12000人。这个12000也只是说很多，不是正好的数目，也是一个大概的数目而已啊。现在再来解释这个于大比丘众的那个比丘，旧义叫做比丘，新义翻作比丘，只是印度翻音的重轻音不大相同而已，意义是相同的。比丘翻成中国话有三种意义，第一七世，第二不魔，第三破恶啊，比丘有这三种意义啊。那么比丘本来就是有托钵七世，按照佛制，出家人无论比丘比丘尼都是托钵的，日常啊生活以托钵啊来维持生活，自己住的地方不建立厨房，不自己烧饭，都是靠世俗供养，所以名副其实啊，托钵七世叫做七世啊。那么引申它的内中的含义啊，也可以这样说，上其法以知慧命，下其实以养色身，上指佛，对佛呀求其佛法，
来滋养法身慧命，法身慧命是靠修行来长养的，所以对佛就求其佛法呀，来滋养这个法身慧命。上七法以滋慧命，下是一般的众生啊，在家居士们，对这些在家居士们呢，就向他求其饮食，下七时以阳色身来营养这个四大五蕴假合的这个身体。因为这个身体如果没有饮食的话，他就没有办法修行了，借假修真嘛，所以要借这个世间的饮食来营养，使这个身体的生活呀减到最低的限度，有饭吃不会饿倒，能够用功就好了。所以每天呢都要去托钵一次。所以七次不抹呀，是指他登坛受戒的事情。比丘或者是比丘尼，他出家以后登比丘坛要受戒，受比丘戒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受戒的功德非常之大啊，那么一登坛受戒，这个三师当中的结摩和尚在哪里白事结摩的时候啊，一做法，这个魔王的宫殿都会震动，好像大地震动一样，都会摇动。那么因此惊动魔王啊，魔王就害怕了。哦，他的子孙呐、啊，这些魔子魔孙，有人发心要修行啊，要超出三界。那么将来啊，他的魔子魔孙又会少了一个。所以有人登坛受戒的时候，魔王就会恐怖啊。由此叫做不魔，比丘登坛受戒，魔王恐怖，因此叫做不魔。而如果是传戒的时候不如法，那么就没有办法震动魔宫，那么魔王也就不恐怖了啊。现在的出家人能不能使魔宫摇动，能不能使魔王恐怖，那是值得研究的。因为这必定要照戒律的规定，如如法法去登坛受戒啊，那么一一都是如法，所有的出家受戒的境缘呢，没有一点缺少，完全如法，这样子魔宫啊才能震动，魔王才会恐怖。登坛受戒，魔宫摇动，魔王恐怖啊，怕你超出三界，因此就叫做不魔。那么是，这是由这个比丘的意义，越他受戒的时候那一种的情况啊，来表达这个道理，叫做不魔。第三，破恶，善恶的恶。既然出家受戒，要破除，第一步要破除身口七支之恶，身要去掉色道淫，口又去掉恶口两舌妄言其疑，把这个身口七支的恶法呀要先把它破除。当然同时还得从根本下手，把这个异地当中所有的贪嗔痴等烦恼都得去掉啊。但是约外表说要先去掉身口七支之恶，所以叫做破恶。修行用意就是要断烦恼的意思啊，这个破恶啊，是指受过戒之后如法啊，这个断烦恼啊，这就叫做破恶。因为比丘这一句话呀，印度的梵文含这三种意义，在翻译的四力梵经当中啊，还有五不翻啊。四力梵经这是翻字不翻音，字是中国字，念出来的音声啊是印度的梵音，所以叫做翻字不翻音。四力梵经里面是翻字不翻音，五不翻当中呢，这是多含不翻，五种不翻译当中啊，这是其中之一，多含不翻。因为这一句话里面含有三种意义，我们中国的文字没有这么一句话能含这三种意义的文字可以翻译，因此啊，就保持它原来的翻音，只翻字而不翻音，还保持它这个比丘的三种意义，所以用比丘两个字，这是比丘的意义啊。那么比丘上面为什么用大比丘呢？大有三种意义，第一，他的地位很尊贵很超胜，
下面的赞叹赞德的文字里面说，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既然皆是阿罗汉，诸漏已尽，所以他的地位很尊贵，就是位尊称大。第二，这些比丘们呢，道德很殊胜，叫德隆，隆盛的隆，他的道德很殊胜，道隆德隆啊，道德很殊胜，德隆的缘故啊，所以称为大。为什么称为德隆呢？道德隆盛呢？因为下面的赞德的文字说，带得己力，心得自在。因此就是可以知道他的所修行的品德多殊胜多隆盛了，所以这就是德隆，道德隆盛啊，因为他自己所作一半啊，带着己力呢，而他的心得到自在了啊，那么就显示他的功德殊胜啊，由此称大。第三，望重。他的德望很尊很贵重，为一般人所尊重的，众望所归呀、啊，望重。为什么知道他是望重呢？因为这些比丘啊，都是人天净娘众所支持啊，人间天上的人呢、啊，都恭敬他、尊仰他啊，为大众之所知所思。所以叫做望中，因为有这三种意义，位尊、德隆、望中，具备这三种意义，所以称大。而大也是印度话摩诃的翻译，这个道理在下文还有啊、然后到了下文的摩诃再解释吧。那么这里所说的大，越他当时的这个道德殊胜啊，地位很尊贵，为众望所归所尊重，那么称为大比丘。还有一种意义，这些比丘啊，都是内比菩萨行，外现声闻身啊。那么这些比丘跟通常的都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法华执掌里面解释说，比丘有两种，一种是声闻比丘，还有一种是菩萨比丘。现在这里所列出来的都是声闻比丘，但是这个声闻比丘啊，跟同场的声闻比丘也不一样啊。所以下面信解品里面说啊，我等今这真是声闻啊，以佛道生另一切文，显示这里的声闻跟通常所说的声闻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才是真正的声闻，因为他用佛所说的无上菩提大道之声啊，来使令一切众生得闻，显示是这个大比丘，就是回小向大。他们已经是回小向大，内密菩萨行，外现声闻行的比丘，所以叫做大比丘，跟通常的比丘不一样，那么因此称为大比丘。那么简单说，这个大的意义有两种，第一，它本身的道的殊胜称大，第二，它是回小向大，不是定性声闻，回小向大，所以叫做大比丘。与大比丘，那个与字啊，是共的意思，共同的共啊。阿难尊者接集的时候说，我不止我一个人在听，还有好多听众啊共同在听，我还有共通的大比丘共同在听，所以这个与就是共的意思啊。阿难说，我跟好多比丘啊共同在那儿啊听佛说这个《法华经》，《大智多论》里面呢、啊，他说这个“愚”字的“共”，显示大家同一道的缘故啊，在哪里听佛说法？那么由此引申，这个“一”啊，有七种“一”的意义，显示这个“愚”的“共”的意义啊。说大家共同在一个时间里听佛说法，那就是一时啊，这是第一个“一”。同一个地点在哪里听佛说法，
啊，例如说都在灵鹫山，同一个地点同一处在听佛说法，这是第二个一，就是一处一时一处啊，一时一处啊，就是四悉檀里面的世界悉檀欢喜一，同一时同一处在哪儿听佛说法，这个鱼的意思就是世界悉檀欢喜一，同一戒，这些比丘们呢共通受持佛所制的戒法，就是100岁的比丘跟初出家的比丘受的比丘戒是相同的，没有差别，是同一戒来听佛说法，大家共同持佛戒，在哪里听佛说法，这个就是为人悉檀身善一，这些比丘们呢通通都是如法持戒清净啊，在哪里听佛说法的，显示都是有德有望啊，有修持的功夫，这是第三一戒。第四一心，第五一见，大家共同啊专一其心，在哪里听佛说法，大家都是洗耳恭听啊，一点也不马虎，不会打妄想啊，同时啊大家对佛法的见解相同，同一知见，有正知正见，同一佛法的正见，所以叫做一见一心一见，第四就是一心，第五就是一见，同一起心，同一知见，同一正知正见来听佛说法。一心一见呢，就是对治悉檀，对治悉檀啊，灭恶一，专一起心，就不会打妄想，不会造业啊。同一佛的知见，就舍离邪知邪见，当然也就不会造业，所以能够对治烦恼，这一心一见呢，就是对治烦恼的作用，所以叫做对治悉檀灭恶一。第六一道，第七一解脱，同一修学无上菩提大道，同一正道初世间的三圣圣国的解脱，这就是第一义悉檀入理一。大家同去无上菩提大道，这是一道，这是第六啊，大家同证初世间的无为解脱啊，那么一道一解脱就是第六第七，这就是啊第一义悉檀入理一，由此都证入无生之理呀啊。那么根据大智度论有这七个一，以这七个一都含内含这个四悉檀的意义啊，显示这个共同在哪听法的意思，与共也，共同听法，同一个一就是七个一啊，这是大智度论里面的意义，这个道理平常比较少说啊，那么不妨提出来做参考，里面就具备这个四悉檀啊，七个一四悉檀，这个前面讲过四悉檀呢，应当配合起来可以明白的。像这一类的大比丘有多少呢？众，有些地方翻成一大比丘僧啊，例如阿弥陀经翻成一大比丘僧，那么金刚经一这法华经都翻作一大比丘众，众就是僧啊，那么就是大众和合共通在哪里听佛说法啊，所以这个众字啊还于僧切，翻成中国话叫做和合众，那么这里简称就叫做众，众里面就包含和合的意义啊，僧团大家共住在一个地方修学佛法，必定要能够和合，不能和合就没有办法共修了，所以这个僧切就是和合众，和合众啊，和合有两种意义，一种是理合，一种是事合。理上的和合呀，大家都希望能够证到初世间的无为解脱，同证无为解脱，同一个目标，大家跟佛出家的用意目标都是要断烦恼了生死，成就初世间的三圣圣国，这个大家的目标相同的，
这是乐理讲，乐理说大家的目标相同，所以叫做理活啊，只有一个啊，同正无为协同。乐四象说呀，就有六种意义了啊，四活有六种，就是生活同住，口活无争，意活同约，见活同结，戒活同修，利活同精，平均的精了啊。四项上的活合具备这六种意义，身口意见戒利这六种意义，出家人大众共修，十方同聚会，个个学无为。十方人同聚会在一个丛林里共同修行，因为大众既然是分子很繁杂，不是同一个种类，那么十方人共同来这一个丛林里共同修行啊，个人的知见想法他的乃至生活习惯种种都不一样，那么大众共住在一个地方，如果没有这个六火呀，那是没有办法修行的，所以彼此大家都要锻炼成就啊，身能够活活才能同住，口必定要活活啊，才不至有争论，这口活无争，身口必定要活活，大家呀很欢喜的共住在一个地方，有缘才能同聚会啊，大家来这修行是结缘的，共修同修佛法，同一个目标，断烦恼了生死的，不是来这里争夺什么啊目标，或者是有其他的什么副作用，那么因此身大家要能够活活，彼此凡事能够互相容忍啊，口凡事有什么事情啊不要发生争论啊，总有问题要心平气和呀提出来说明研究的讨论啊，那么不能有所争论，那么身口都能活活，纵然身口活活了，如果意地不活呀，那住下来也是很辛苦的，外表看起来哎，对呀，他们没有吵架平常也好像是蛮规矩的，可是他内心彼此啊，如果有冤家的那种的怨气啊，彼此见面都不欢喜啊，纵然不敢外表表现出来，可是他的内心啊总是有一点不高兴的情况，意不能同约，约就是欢喜啦，彼此见面必定要生欢喜心，假如同住在一个地方，彼此见面就是好像冤家仇恨看到别人好像眼中钉那么如果是这样子就没有办法共修，没有办法共住，而且迟早身口都会发生问题，必定要由此引发呀，这个身不能活没有办法同住，口不能活必定要发生争论这最主要啊就是意活同约，彼此有忍让凡是有什么问题呀彼此各退让一步，什么问题都能解决那么身口一能活呢，大家的见解还要相同，同一佛的知见，正知正见，没有其他邪知邪见那么同样受持佛的戒法，凡是有什么利益受用，统统都是大家平分没有高低，没有彼此，那么这样子身口意见戒律六识都能活活，才叫做活活生破活活生的罪过很大呀，就是忤逆之一，所以出家人大众共住啊，如果不能活活，问题是很严重的所以如果学佛尤其出家人，他能够时时想到这个出家是僧切住持僧宝，住持僧宝这个僧切翻成中国话就是活活众时时具足这个六活活的意义啊，那么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也就不会有什么事情，那么这就所谓三门宁静那么海众安活，不会有什么问题了这个数目字万二千人不必解释，聚是共同在那个地方的意思
不止我一个人在听，12000人的比丘啊，通通都在哪儿听？大家共同都在灵山微山啊听佛说法，所以叫做聚啊。那么这就是第一举类名说，举出它的类别来是大比丘，数目有12000人啊，这是第一段举类名说。下面的经文呢，名为探得，说明他的地位，赞叹他的功德。经文第一句，皆是阿罗汉，这一句啊就是名位，说明这些比丘的地位啊通通都是证阿罗汉果的，不是三果以前的啊，通通都证阿罗汉果，就说明他的地位。诸漏已经以下呀，一直到心得自在啊，这几句呀就是赞叹他的功德，赞叹这些阿罗汉的圣德啊。先讲第一句，皆是阿罗汉，皆是指上面的12000人的比丘众，这些比丘众啊皆是证到阿罗汉果的圣者，皆是我们讲土话就是通通是了。阿罗汉印度话哦，现代人喜欢把这个O字念阿啊，这个如果念成阿罗汉没有意思啊，因为这个阿没有意义，是虚声，空字，空的声音啊，是虚词，文字上的虚词，没有什么意思。例如我们叫阿公、阿妈、阿伯、阿姐哦，这个阿没有意义啊。如果你把它叫成阿罗汉的话，那个阿罗汉是僧，那变成有僧了，不是无僧了啊。因为阿罗汉翻成中国话是无僧，阿是无啊，念成阿没有意义了。所以现代人喜欢呢弄这些新的名堂啊，有些地方实际上是不合乎正理的。现代有些佛经啊，有人把它注音，注国语的波波摩佛注音，这个注音注的正确不正确值得研究啊。例如这个阿罗汉，有些我就看到他注成阿罗汉，这是外行人注的，不懂得佛法的人注啊，他把这个阿阿字看成阿，那是不认识字啊，这样的注啊真是害人害己。那么从此之后大家都阿起来了啊，那么阿罗汉也变成有僧了，这个不对啊。所以这个注音啊必定要了解经义才能注，否则要出问题。我们这部法华经啊流传久了，里面有些字啊也有人呢、随便乱改的。现在还没讲到，我先说明，如果你发现这本书啊，你比对一下就可以知道。有一本也是精装本，很厚的精装本的这个法华经啊，药草喻明的句诵的第一句，破游法王，不晓得哪一位那么大胆呢、那么把石头搬掉了换上人呢、就变成比有法王了，比有法王了，比是谁有啊，比是谁啊，谁有法王啊，莫名其妙，这不晓得是谁啊，不懂那个破游的意义，随便乱改啊，这真是罪过无边。因为这个经文的字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改呢？你凭什么改的？他这个思想啊，就是跟我在小孩子的时候情况一样。我在十几岁读这个梁皇忏，梁皇忏有个句诵啊，超诸方便成实力啊，力量的力啊。我那个时候才十几岁，小孩子不懂事啊，不懂佛法啊，看到那个超诸方便成实力，不知道有佛的实力啊，自己这个随便就说，什么实力啊，恐怕是十方吧，想着把那个力量的力改成方字，变成十方。好的，没有改，好的，当时只是嘴巴说说而已，没有改。后来研究佛法才知道，哦，超诸方便成实力，成实力就成佛，成佛了具备佛果上的十种力量才叫做实力。如果那个时候把它改成十方的话，那么糟透了
所以这个佛经里面常比较流通广的这个文字啊，往往有些人呢、胆子太大，随便改，改成问题来。这本国语注音的精装本的《法华经》啊，把那个破油法王改成鼻油法王，这个问题很严重。破油有破油的意义啊，鼻油什么意思啊？简直莫名其妙。那跟我在小孩的时候把这个实力改十方，那个用意完全相同啊，那是真是要不得。关于这个意义啊，我们等到讲到要这个药草一品的这个句诵的时候再来说明。不过我先跟各位说明要知道这一本的这个国音注音的这种的法华经啊，它那个破油法王把它改成鼻油是错的啊。从古以来所有的法华经，所有的法华经的注解，我不曾看过有把它写作鼻油的，甚至鼻误的也不可得。你没有看到一个鼻误的这个鼻油法王，因为这个字太重要了，不能用鼻，用破才有道理，不能用鼻的啊。所以这个随便乱改经文呢、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啊，刚刚生下来的小牛啊，他看到老虎啊，他以为是他的好朋友啊，他不知道会吃他，他随便乱改经文呢、就是会造大罪业，他不知道随便乱改，以为是有功的，实际上是有问题的，那有的时候说话不说清楚啊，听的人也不会了解他的意义，例如，南北朝梁朝梁武帝啊，梁武帝的太子昭明太子，昭明太子他对佛法蛮有研究，他看到《金刚经》那么长，没有分几份几份，他就把它分了。那个32份呢、就是昭明太子分的。他把这个32份分好之后啊，就拿给这个智公禅师，就是宝智啊，请智公禅师来印证，看这样子好不好啊？看他分份呢、这个道理行不行？这个智公禅师啊，他好像可能是怕得罪他吧，因为他是太子，他问他这样好吗？他说好是好啊，下地狱有份。那么意思就表示这个不好，不能这样做，32份要不得。可是这个昭明太子他听了误会了，他只听到那个好啊、既然是好，那么就是以众生有利益。那么以众生有利益，我下地狱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他抱着这个地藏菩萨的精神出来，他没有想到他上面那个好啊不正确，因为这个好会下地狱，哪有好会下地狱的？造恶业才会下地狱，怎么好会下地狱？他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32份流传下来，一直到今天，好多的《金刚经》都是32份。那个32份我们在读诵的时候不能念，念就把经文割断了，经文割断，所以说这个昭明太子要下地狱，下地狱有份。那不会听法，不会听这个听话，结果就会出这个问题啊。那么因此在佛经里面呢，好多会有这种情况啊，我是碰到机会就说呀，给大家做个参考。那么名未探的刚刚开始讲啊，这个还没有把这个这个名未探的意义解释好啊。那么皆是阿罗汉了，我们留到下次再讲，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啊，下回。